就是牛夹肉，来试试看。炖得很嫩，而且筋都有化开。那个花椰菜。那我们来去吃下一家吧。咸的，现在来吃一点甜的。这个是炸麻薯，我点的是炼乳口味。现在我要来吃给大家看。在吃啊！欢迎口。刚炸好的是榴莲流沙球，圆滚滚的，可爱吧？感觉会很烫。榴莲酱，喜欢榴莲的人应该会很喜欢吃。大家，我现在坐下来了。现在呢，我带大家吃的是第五样，我选择的是甜品，这个是杏仁豆。比较脆一点 Q 的，杏仁味蛮浓的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吃软嫩一点的，像豆花那样子口感的杏仁豆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都到这里，我们刚买的东西全部都吃完了，现在很饱。希望你们有机会也能来逛逛，然后来看看哦。